心，星星抱拥，这是台湾人民关怀因为心了你。这是台湾人民永远成功妙的声，台湾人民永远成功妙的声。灵山一会万年灯，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胜，王禅老祖加持灌顶见太平，加持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啊法师讲师及贤士代表众等啊，九九法会连座上啊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双法界三界万灵众啊，今日今时，我们下午呢，啊，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风水真经》。《风水真经》是王禅老祖所传的妙法。啊，王禅老祖倒驾慈航之后，啊，我们大家社会大众。只知道鬼谷子他有多大的神通神机妙算啊等等的坊间传说，但是鬼谷子啊他在天上界的时候就是王禅老祖啊，道教慈航在5000年前的当下，在皇帝炎帝蚩尤帝的时候啊，他在世间的圣号为鬼异虚啊，有72位他的天师随着在世间构筑成就成为轩辕皇帝的72位老师啊，成为72天师啊，到春秋战国又啊，又到世间投胎转世，倒驾慈航为鬼谷子啊，鬼谷子嘞啊，他72位天师嘞啊，时空的因缘。时机的前头不等呢，啊，又到在孔子时候，3000弟子中有72贤。哎，这个文化传承很妙。又到了啊，国务孙中山先生民国以来，啊，在清朝末年。啊，他虽然投胎为某一位，啊，我们暂时隔着不谈。但是在国务孙中山先生，啊，他有72位烈士，啊，这个造成中华文化道统5000年，皇帝有72师，孔子有72贤人。国父孙中山先生有72烈士，过去啊，到现在来都有72了。
这是七十二天师降凡尘。啊，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渊源来共转啊民族命脉的法源，那么又在今日今时当下，七十二天师又光降在台湾当下的维新圣教，而守护着啊中华民族以来啊中华文化道统的法脉，所以这个都是有很深的天机。那么以当下啊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倒驾慈航后，有七十二天师也光降在台湾，在各地啊共转世界和平法轮。啊，以前的国度比较小，现在鬼谷先师王禅老祖慈悲啊开示啊兼顾到世界和平这个法轮，在维新圣教的当下，所以各位贤士同修们，大家依法修行，在今年的九九法会啊开始了九九法会因缘报告，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中为各位开示了，我们有七十二位天师啊，物极都天都地，还有六十四卦啊，天界的圣灵，各位的本尊本来的家的啊灵性世界，就是当下的维新世界啊，所以整个的法脉不是一言两语可以讲得完，必须要我们有一个时间性，一步一脚印，我会慢慢的将啊王禅老祖啊他的心法，太上道祖来讲开示王禅老祖啊他的心法，成就王禅老祖的心法啊，这是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修行路程。但是啊在宗教的素养修行啊啊我们大家都是以这个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到哪里去，但是王禅老祖啊他不是这么想，他所开示的如果我们在世间大家做到问心无愧，家家户户平安，人人健康，思想健康啊，智慧增长啊，道德升华，当下要建设维新净土，维新世界。你要建设一个维新世界，除了心灵的修行以外啊，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如何过了一个平平安安，然后才有精神啊，才有时间来修行啊，做到问心无愧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维新圣教啊，以一般啊现在万教的修行方向有点不同啊，刚才啊就啊各位同修为因应啊2014年啊1月1日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第九坛的圆满大典，所以我们所有贤士同修们大家呢啊在学习啊研修由啊许瑞清圆印法师啊教各位啊圣歌迎祖灵啊供养祖灵送祖灵的圣乐啊，这个都是修行。
在我们本位信圣教修行的法仪啊，总共有48愿，希望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世界是为48愿所修成，在西方极乐世界灵性空界。那么在当下我们世间啊，娑婆世界啊，也可以修成净土，但这净土也是需要有妙法。所以王禅老祖师尊慈悲道家十行啊，来开示如何成就唯心净土啊。所以唯心净土的修行，除了我们啊心灵这个修行以外呢，啊，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风水学，风水方面的智慧。灵性修行就是用易经为灵性修行的导师。那么我们在世间娑婆世界，我们人的身体既然投胎，从空界投胎有形的身体以后，我们有形的身体受到啊地球啊宇宙虚空星球的磁力引力啊的关系的，而影响了我们一生的路径。所以我们要融入自然，知道世间的恩华，尤其要知道我们人的身体啊，居住在这个空间，你如何与空间相融合，不违背空间，就是风水学嘛。所以这个这么多年来啊，我们真正老祖师尊一步一脚印啊，一直走过来呢啊，我终于悟到王禅老祖啊创设要创造唯心净土在当下的原因了啦。好啦，我们上节就讲到啊风水真经。风水真经是我们成就事业、成就家庭、成就国家啊、成就人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法门。若是我们以江湖术数的方式，你成就不了自己，也成就不了他人，这是一定的法则。我们要注意，我们来世间是要成圣成贤而来，而不是来再找更多的罪业啊，造更多的业，结果我们连走也走不了。所以上一节呢，啊，老祖开示我们说，啊，这个紫烟啊，紫烟呐，啊，这个体悟人生呐，点点滴啊，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切记切记啦。啊，罪业难舍勿造业，罪业啊难舍，我们不要再造业。讲起来很简单，大家都有尊严呐。啊，像最近以来，啊有啊，说是从报道呢，有几位啊学生呢啊去喝了什么茶以后，大家皮皮串啊，就是。哦，医学上你也找不到，啊，再说找不到，这是灵学的问题。人的存在不是只有药而已，而是有灵魂的问题。啊，这个就是我们来世间上要懂得太多太多，要学的太多太多了啦。我们一路走来30年了，所以你们啊进入法门，够界。你们要了解人生有多少的点点滴滴呢？啊，我真照老祖师尊传了那么多妙法，妙法普传，啊，还有出版社的出版的各种的书，啊，社会这个图书单位的书籍你买不到了，啊，在国家图书馆里找不到答案了。都在唯心圣教王禅老祖所传的太多太多，
啊，在我们啊法门里面呢，若是有心的，你们进入法门啊，到时候宗门，我们要很用心，好、啊，不要随便推到妙法还很多，因为我们不懂的很多的世间以外的空性灵性的问题，才造成代代都不平安，事事也不顺利。啊，我们这哎怎么着没有用？像刚才我们人姚法师呢，啊，我们一位师姐，啊，他们的祖先八代以前，哦、啊，第八代以前呢，啊，祖灵，他们的姓氏问题，啊，个个底底干现在来面目全非，所以现在惶惶都不平安。啊，就去请教神明，神明就告诉他们，他说你们的祖先有问题，那么又来请示王禅老祖用宝贝的，没有错，啊，第八代前有问题，那现在怎么解决？所以追根溯源，我们不顺利，一定要追根，要找到源头，那就是因嘛，现在的国就不顺嘛。我要去找因，找因的事情不是我在这谈学术，写了一大本的学术论文，当然很重要。但是当你发生在学术之外的问题，你怎么办？嘿嘿，有一次，两年前，啊，有一个民间团体，啊，很用心的去成立一个。什么会宗教的什么神的会啊，就请大陆的学者、台湾的学者、教育家、硕士博士啦、啊教授啦、论坛啊，写出来一本这么多论这么多。我说这一位神的精神不是你们写的那个肤浅呐，你们在外面隔血搔痒没有用，若是碰到一个人离开你们所写的之外，在那边抓着抓着，你有办法去救他吗？你这本书翻到来的时候，你是个什么专家，你有没有办法当下救这个孩子？不抓着抓着，不可能的代志呀！我跟他说，你所写的这个神的神通力，他能借着一个哑巴开口告诉你现在问题在哪里，你只能写到你一般人你只能写当下用猜想模拟揣测的，真的很可怜。所以宗教的素养你必须要修行，两者合一，学识宗教合而为一，那就是最完整的。所以本为心圣教的法门，学术很重要，所以我要大家写论文，将老祖所传的以当下科学的数据来做撰写记录，作为自己的修养和学习。但是修行灵性的问题，我们要进一步来了解，来研究，你才不会弄上很可怜的，就是罪业。所以我们举办九九法会的原因，老祖师尊开示，除了学术的论文著作学习以外，你要再进一步，再将老祖所传的，啊，这个灵魂界、空界、宗教的素养的内涵，你要懂，你就没有事。啊，回想在四五年前，我们一位师兄啊，啊，他要下午呢一两点出门。啊，看到隔壁突然间推出一部
棺材出来，空棺出来。他没有什么，这个有什么的，没有什么去注意到这个问题。结果两三点了，眼睛一直蒙下来，看不到。啊，已经就眼睛亮亮，目睭金金，人上中啊，啊，看不到了啦，所以就赶快打电话给他的两个儿子都当医生，啊，儿子都很孝顺，优秀医生回来要带他去，啊，给眼科看要怎么样？他你停下来，这个不是医学上的问题，而且他是台湾的发明家协会的理事长哎。我们这个师兄，哦，他，你赶快到我们的高雄道堂，啊，去请向老祖请七宝回来，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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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方式洗了，连洗洗，喝了三口，啊，把这个晦气吐出去了，就睡着了，睡着了五点多醒来了。显然把这个金箍火又清清楚楚了，这是超越在医学中、医学学术之外的宗教啊！这问题太多，所以我希望我们维新贤士同修，学士要研究以外，加上宗教，你们要再补充加加强，那我们人生就不会。走上很多莫可奈何。好，我们大家都有尊严，大家不想造罪业，但是不得已罪业来了怎么办？曾经有一位我们老信徒，他是讲道德，非常坚守道德的一位我们的信徒。他有一天用哭的到宣佛寺来，我在大门那边。哦，平常的习惯呢，我都喜欢坐在宣佛寺，内门的大门那边坐着看我们大众来。啊，有的人奇怪呢，师父都躲在里面，坐得端端正正的，怎么这一位师父都喜欢坐在门口等？那有什么不可以？我高兴了有什么不可以？我为什么要摆出那一副架子？啊，大家一家人做爷爷的好了。嘿嘿，你何必摆个架子？爷爷说：“呵，好苦啊，不必了啦。”哎呦，我就看到他们在那哭了，哭了上来，哭上来了，都哭了。现在怎么样？我的道德全部破灭。我什么道德破灭了？你以前做那么好啊？不是啦，哦，最近呢，有人呢，叫我去投资啦。好，再怎么好怎么好了，那时候我讨论公去啊啦，啊，叫我儿子两三个儿子呢，好的钱把他汇进来，汇到他们什么结拜啊，什么很好的朋友的账户上，说要做事业，结果汇进去了，孩子孝顺嘛，不敢违背爸爸的意思啊，啊，就把他汇进去了，结果那个朋友跑掉了啦。原来他儿子也不是有钱，儿子又向亲戚又借了，所以一拖骂仗关起来，吼、哦！我说道德怎么？我说告诉你，我叫你要学易经，卜卦一下你就不要，你说有事情再来找老师就好了。从台中找到现在，还在找，啊！结果道德全部破灭嘛。摔过呀，我们学艺就是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这个非常重要呢。这个例子太多太多太多了啦。啊、哦、好了，我们刚才老祖开示我们不要再造业啦，嘿啊、哦、但是罪业一来了很难舍掉。世人居家共主共神真妙法啦，究竟佛祖啊、有缘或无缘啦、啊，或是安弘财神啊、名利的神，
现在我们很多人安神啦、啊，因为时代不好嘛，好，大家说我要安什么神啊？安土地公好，安财神比较好，安关圣帝君比较好，安老祖比较，安观世音菩萨好，什么都好，一直在到处寻寻觅觅。你今天问到这一家拜了神的地方，他叫你哇，安我的神最好。好，我告诉你，神不是专利属于人的专利品来，修行不是来给众生做差遣的嘞，还弄清楚哦。哎，啊，安什么神？很多信众有的来，师父啊，我在做啥行李要安什么神较好啊？我说一个神哦，一定要安，他什么神？良心神。良心的神呐、啊，还有良心的神在哪里可以找到？也很可爱哦，哇，在这里可以找到啊，在你那里了，不是你这里啦，良心啊，学易经啦，我告诉你，王禅老祖是五路财神的祖师，五路财神的叔父，为什么呢？范蠡财神也是鬼谷子的徒弟啦。啊，苏秦张仪也是鬼谷子的徒弟啦，啊，徐福日本第一代天皇也是鬼谷子的徒弟啦，孙膑也是财神鬼谷子的徒弟嘛，五路财神是王禅老祖的徒弟呀、啊，那我就拜王禅老祖喽，对呀、啊，拜王禅老祖就好嘛，啊，其他菩萨也好啊。都是一点心嘛，因为王禅老祖叫我们要修心、修口、养灵，你就会发财。所以，我们安神位啊，我们要有智慧。你家土地公福德正神，意思神要正，心神要正，然后要有德性，你就有福，福就是财富嘛。所以你拜土地公，你要按照土地公的精神来做人处事，那就好了嘛。所以现在很多人啊，家里啊，啊，有时候到他家里，啊，神位吼、哦，安干几他的孙呐、啊？我说你安那么多干什么？啊，阿诺啊，哪一个能够玻璃丢哎？哎呀，老师啊，师傅，我每一只阿诺啊，拢我丢一盖。我丢了这就能把好丢。没安一尊好丢能把好一头给他请他安啊。哎呀真的神很可怜呢、啊。神也对你莫无奈何了。我们要智慧才对啦。德威精业门窗，门窗权威指啊、哦，所以我们再看下去啊、哦，啊，每日思索心未停啦，真是可怜众生，哈、啊，未觉悟，啊，荒游世间，啊，世间神火今生满街排列，我们到佛寺殿呐、啊，作些心尊呐、啊，啊，那。这我们不必再讲太多，讲太多变成我造业。啊，你到佛寺殿，那么多神，你要拜哪个神？要拜哪个神才会发财？啊，这一点呢，我们要有智慧。哦，我们法师讲师都会讲很多了。过去你们要懂的话，你们来进入法门，来读易经，你们就知道哪一个神跟你有缘。神。就是法神佛都是法啊、哦，所以佛法佛法道法道法圣法圣法啊，那王禅老祖他的法就是易经与风水嘛。啊，你易经学好了，你风水学好了，你一定发财，一定平安，百分之百。再加上宗教的修行素养，
啊，多念经，多拜佛，你绝对会发财又平安。好，那再来啊，因为很多神佛呢啊，就一直在排队啊。说起来呢，有时候我们的干嘛做的做拍摄啦，嘿，好、啊、那在列这个。我们在佛具店、啊、街上很多古董店，很多的神佛的圣像排队默默等着人家来买。哦，我们一个好小笑话啊，曾经我们一位师兄嘛和师姐来到玄佛寺，这20年前的事啊，他想要拜王禅老祖，我们的师姐呢他就很乐意的哈啊，他就要供养拜王禅老祖啊，就请问我们师姐事务部办公室的师姐跟他说啊，这一尊要3万块钱啊，这是工钱而已啊。有一天呢好了，打电话给他要来请王禅老祖的圣像回去供养啊，结果先生在旁边问他：“哎，这个3万块钱，啊，市里面可以赚多少钱？这可以赚多少钱呢、啊？”啊，我们师姐问他：“没有啊，3万块钱就给塑造的艺术家杨延泰老师啊，艺术家，啊，你们没有赚了？没有啊。”好了，那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就退掉了啦。你看老祖和精神被好人供养，还要被人家亲近亲近，你知道不？啊，那好了，我也笑一笑啦。我们师父师姐问我说，没有关系，他高兴就好，因为我们不能贩卖神佛的圣像。若是这样开价钱呢，哦，中间赚多少了，变成我是贩卖人口，那我有罪，就等于现在的人力中介一样，人力中介他是需应业主的大家的需要，中间赚一些的这个办公会啊事务会啊，但是我们宗教了。你不能把佛像一尊进来我都加卖多少钱，这就是贩卖人口啊，懂吗？所以我跟过分之道场你们绝对不用啊、哦！我这尊多少去冒几尊佛像神像来啊、哦，给他5万、哦、就卖出去了，这是贩卖人口，有罪啊，我们不要这样嘿，所以神像呢啊，佛像呢，这方面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在街上啊、古董店啊，看起来心里很酸，但是人间的大里面有很深的禅意呀、啊。啊，这个接受供养赈家宅啦，好、啊，就可怜可怜啦、啊，苦众生啦、啊。忘却自心啊，是何方神圣？而、我们一般忘了自己是什么地方来的，我们从十方来的，八方还有上方以地球的下方天界来到世间来投胎转世，你们有自己每个人自己的本尊。所以我们这一次传妙法，72位天师，64位天师，其中每个人有一个命卦。啊，你们驾驶火天大游，啊，火天天师是你的本尊，啊，本尊里面有法嘛，啊，是念你们的本尊的法，你就可以找到自己的本尊了啦。啊，那我们可以供养我们的祖师，
我们的祖师，你家里土地公，土地公就是你的祖师，太祖爷，太祖爷就是你的祖师，啊，妈祖，啊，王爷、济公，你所拜的第一尊的神都是你的祖师，绝对不要说中途就要换什么，就要换什么，我很反对这样做法，这样做对你不好，啊，那一些以后你们自己去悟。所以我们本维心圣教，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你原来信奉什么教，你的祖师一定不能违背。然后你当下需要什么，啊，我就给你，就易经与风水学，帮助你成就你的祖师，第一位祖师。啊，你的出发心，你若能修成他这样，你是神的。啊，结果呢？哎呀，有的啊，我那拜这个啊，就把我拜什么比较大，我拜什么神比较大，什么佛比较大，啊，就把原来的请掉了，拜什么比较大？没有智慧的人呐，没有智慧啊。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啊，王禅老祖开示。你绝对不要去否认任何一个人出发心所拜的那一尊神，他今天跟你会有结缘，就是你出发心所拜的那一尊神所保佑才会跟你结缘啊。你不要一来了就把别人说了一文不值，什么都不是，这不是真神。但是我们要会接受到考验，另外注意啊，总而言之，我们维新圣教已经大学了，啊，不管你什么教都可以来。你原来的上帝，坚持上帝的爱心，啊，佛坚持佛的慈悲心，啊，道坚持你的道心，土地公争取啊，那个坚持土地公，神要正，你要做道德。啊，你才有福。啊，这安利你嘛，所以现在很多社会上的宫庙，啊，道场、神佛等等的，还来到我这里拜我的神比较大，其他都没有用，这个很可怜的啦。但是众生可怜吗？贪呢、啊？贪的无厌，没有智慧。人家讲我就把人哦原来的请掉了，所以不对。啊，回顾在台中进修院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哦，他是从大陆过来的，他头痛了51年，啊，有一天到我是5500那里来，啊，那我在帮人加持嘛，啊，轮到他的时候。啊，我说啊，某某先生，上帝、耶稣、上帝借我的手，要医你的头，你的头痛50几年了。他说：“对呀，你怎么知道？”啊，上帝借我的手，啊，要医你的头。他奇怪，你拜的又王禅老祖，什么也有上帝？我说是没有错。王禅老祖是个大神，上帝是大神，耶稣也是大神，那我的手借他用，依你的头嘛，你会好就好了，你不要问这么多了。吼、哦，这位教授了，他也很感动了。好了，那我原来误会了，啊，就加持了2次，痛50几年的头痛好了。后来问我说。哎呀，老师啊，啊，你怎么上帝对你那么好？对啊，上帝也是我拜的啊。上帝那么大，我那么小小，上帝要借我的手，我要借给他呢。哦，因为给上帝欠一个情，那我他会得到保佑呢。他哎呀，你在开玩笑了。哦，事实上就这样嘛。当你的心。是大无其外嘛，
每个人心都打好几万。我们的念头，念头从哪里引起？眼、耳、鼻、舌、身体，你的念头的执着障碍到你的心的宽广。所以这位教授呢，他就说：“哎，你这年轻的师父啊，你这个啊，见地说法，我完全接受。上帝是很宽广，神也非常宽广，佛也非常宽广，道也无量无边。那么我们人是一个小尘埃而已耶。”我说：“对呀，啊，所以各位同修，我们学了这个易经。”是我们的辅助的叫做法器而已，但是我们的本尊，你家里拜什么神就拜什么神，你不要随便就换掉。你可以增加啊，王禅老祖在我家，我请来我家里，我一面学习王禅老祖的慈悲心和智慧，那就好嘛。所以我说最近这几年来，我们宣布是大雄宝殿两边有很多神像，啊，不知道哪一位同好多社会大众都前来给他拜拜归堆呀，啊，而且排不下了。我在师父楼上那一个，一个地方呢，啊，不过请到楼上来肯啦，反正啊，神来陪我也好啊。那个一神是木头啦，我要学习他们的精神，我们来学道。才是真正的修道，好，这一点要注意。嘿，啊，因何落得今日可怜相啊？很多神明啊，没人爱拜，那不是神明修不好，是众生的无知，啊，众生的无知无地位啦，啊，这么一个神，啊，都是。有相当的成就才能成神。曾经有一位修行人，啊，穿了哦啊，满身的道服啊、法服啦、出家服啦，啊，那结的什么啦？哎呦，忘记神经病都来了啦！啊，他呢，这边是佛珠挂了吧？这边挂了也就到了。啊，那时候我没有做这个，不然我就送一条给他挂上去。没有。啊，他就来询我事，我说你有何贵干呢？他说我听说鬼谷子王禅老祖很灵哎，好灵呢吼，所以我在这里拜拜呢，要把王禅老祖请回家去拜。啊，问我这里有没有金身啊？我有啊，那没有。王禅老祖在心中，在心。啊，你修心嘛，就好嘛。啊，修慈悲心呐，啊，修善良心呐，啊，修爱心呐，啊，道德心呐，啊，什么心？修善良的心就好，修口不要乱讲啦，不要说现在我看到这神比较仙，那个神呢就没落了，说他不好，都错误了，讲一讲呢，吼，要爸爸来，算了，得爸爸来了，用塑料啊，我拿一个塑胶袋给他装。装进包，几大包，几大包，叮叮咚咚的，啊，他回去了，改天来了，他就穿夹克来了，啊，老师啊，你讲了以后，我回去，啊，非常的忏悔，哦，过去的都在贪，贪的无厌，哦，所以只求外求来保佑我，我从来没有一点去悟神的真理呀。所以你拜师王禅老祖，修心修佛要养灵，做啥行的呀？拜太子爷就是要纯真，啊，不要瞒骗众生。每一位神都有神他的精神，那就好了。哎，啊，再来，因何落得今日可怜相啦？家中啊，供佛啊，供神呐，啊，先供心呐，啊。哦，共心共佛一条心，我们慈悲心，佛就是慈悲啦。啊，哦，那个王禅老祖
啊，他也是慈悲，观世音菩萨就慈悲，啊，大势至菩萨就是喜舍嘛。你看，啊，台湾慈济功德会那么多的慈济菩萨，他们就修大势至的妙法，哎，喜舍，啊，欢欢喜喜舍去你的钱财也好，你的精神也好，你的智慧也好，舍弃你的爱心，舍弃你的无谓的布施，都要把它舍掉，把它舍掉，所以就是菩萨了嘛。这个修行的好法则，那么我们唯心圣教的法门，现在所谓因为房子建设很多了。啊，奇奇怪怪的形状很多，所以现在人越来越怪的更多。我们的人心灵投胎到身体上，受环境的影响，奇奇怪怪的人都出来了。那我们学的正法，你可以帮助你的亲朋好友，那你就是神的化身呢，也是老祖的化身啊！心。佛相连呐、啊，世世缘，佛在心，心就是佛嘛，佛就是智慧啦，嘿，啊，世世的相连，悟者心是佛陀也，佛陀就是觉悟者，觉悟者就是佛陀，啊，菩萨。就是行走行道的就是菩萨，那么各位你们这啊将妙法学好了，可以帮助很多的众生，你们就是老祖化身，你们就一句行者的化身，你们也就是行者，就是菩萨，也就是真人啊，安利你啊，不要把它弄成还有神经兮兮的，三条黄帝眼的，把自己摸不着边，人家也摸不着边，到最后来，哎呀，乱成一团，那就不对了。记住，心慈悲心，爱心，洗手，啊，这个就是佛陀，就是觉悟者啦。那么今天呢，啊，我们时间的关系，啊，讲到这里，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本段节目由祥昌智。